这个社会主义条件下面，我们要不要改革？怎么个改革？从理论上，我们反复思考的结果是可以站住脚的。全中国的人民要把经济搞上去嘛，把国家富强起来嘛，把人民富强起来嘛。国家人民富强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干这个事情嘛。1983年1月，胡耀邦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。总之，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，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，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。